5000炮四洞锁一波，目前三个洞暴击了，剩最后这个洞啊，希望不要咬太多，刚还让它冷积了一下，看状况会不会好一点。刚才一直狂咬猛咬，死不跳。你这个现在急转了？不是100克。哦，它上面有那个，不错。哇，以前都没有。是啊。哎呀，啊，你要放急转？放个256吧。比较保险哦。线上的我们都是200转就放了。192啊，都大概都是200。哎，啊，我是都习惯放200。啊，它也是256内，有时候都会开。所以它192256啊。哎呀。我这边也有补哦，我自己记好了。看你俩冷机跳下，哦，舒服大只，大只的最喜欢大只那个声音。没有，有连装就好了，这个不用要求，这个要连装。然后再看状况会不会好一点，突然流星雨炸出来，或者是爆脸，爆脸好像爆脸比流星雨好。哎，没，嗨，干那个刚走啊，燕乳刚走，有后怕啊？哦，好累哦，快吐血了。打这台在咬，这台真的咬死了，输到我很不爽的那一种。咖喱鸟冷机了还不跳？废物，现在是打多少？目前输四十几啊，很扯。大林阿妈，吐不出来，很猛，这牌只咬不吐的牌。跟年纪也有关系，年纪真的到了很容易那个。我以前人家说什么胃食道逆流，我都不知道是啥小，结果我现在也会。就是你熬夜，然后你又吃重有的没有的，嘿，火锅、烧烤、炸物，或者是吃完马上躺着睡，对，哦，那个很不舒服。干你俩这洞是啥小啦？运气不好的话，是血管会堵塞。啊，那么恐怖哦！因为油脂会太多。哦，三高什么的都没有的。你应该不会买那么瘦。啊。你应该没有这个困扰。没有。你太瘦了。我是我在运动，对啊。哦。干！这个洞咬超多嘞，我还是不要达成这个记录好了，放弃。咖喱你啊嘞！不要跳就放弃。对啊，我也是这样想，我已经有点想要调高炮数了，这洞咬到怀疑人生。阿姐你看要不要喝什么冰箱，帮我把他们冰箱喝喝爆喝完，咖喱鸟输超多，讯号来了吗？兄弟脚断掉你，阿姐应该很久没打花了，一阵子换关打这个花是多赚钱，不是消遣。对啊，就是喜欢那个开牌的感觉，嘿，亮起来，挑7000炮，就是打5块的那种。嗯，哎，你不是要打传说？累了，先注意你这台。不用了，也不用注意。也不用注意，随缘，放着看他要不要开。420。
七千炮，调高炮速，跳跳看、啊、比较好暴击呀、啊。怪五千炮太难暴击了，五千炮大部分都要连跳才会暴击，啊，这台又超难连跳，死不连跳台。弄死他，这边马上跳就爽了。没有，还是要洗掉洗一洗好了。行好嘞，再弄弄看。对，我觉得全部洗掉可能差不多就跳了。感觉。你洗掉会痒，洗掉都没。对，有时候会这样，我知道。三东西都可以锁住。干他妈！跳跳跳跳跳跳起来，变一颗球。哎、欸，所以你几点出来的？我七点多出门。哎、欸，真的调高跳啦，有机会爆，拜托，有机会爆机哦，兄弟。玉伟在看什么？刚还有人吗？好家伙！咖喱娘的色配书，我要疯了！阿姐要约你喝酒了啦！要喝酒。喝了，现在嘉伟酒量变很好哦，小心哦！他现在练到酒量很好了哦。拜托，五千炮连跳一下，兄弟，来个四动暴击，成就达成。我今天燕乳跳一支超高飞，快五千万分的财神，9500炮，哦，那一支直接一台二手 Toyota， 20几万，25万以上。车那台放掉了，还没。他让他冷机，他怕那一支出来会大氧。我、哦、那个百年难得一见，刚好遇到。你还贴了贴了。对啊。啊，你是睡不着？刚下班而已啊。哦，你刚下班哦。跳一下啦！七千炮都敢跳了，降下来正常要再跳一支呢。来乱锁看看，乱枪打鸟。不是说交交回来那个？哪个？你说要、啊、连续上一天。啊，你问他，因为他那个我也不清楚。哎、欸，可是现在拍影片方便说吗？好，不然就等我拍完再问。因为我记得他跟我说他那个很累。彩金。再支持一下普分，进去的时候跳，干那个七千炮怎么那么烂啊？那个，来个一千多倍就有机会爆机了，所以有机会爆了哦。拜托抱一下，兄弟靠你了，兄弟，一千多倍就好，一千多倍，有本事三四千倍，关键，不要笑，好，干你啊！红包不要红包！哎、欸，不要红包，元宝！哎、欸，哦，好险！哦，终于成就达成，
四个洞全暴击成就达成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太猛了，这个很难达成的，千万不要轻易尝试模仿。好，先到这边结束，来算一下输赢。